感觉我俩跟拍电影似的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，就是我俩认识的时候，通过摇一摇，从认识到领证40天。哎，据说其实领证还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，是吗？对，这个领证我们俩领了3次。呵，当时我还想着，我说了，是不是我俩真的不能在一起啊？这老天都不让我俩在一起。第一次是因为我家里边户口本的原因过期了。第二次是因为去领证了，我又把户口本给落在家里了。呵，你是不是一个比较粗心的孩子？不是，没领过。你有经验，老师。他没有，他还不如你有经验呢。你别看杨指导老师岁数不小了，这方面确实经验比较少，但是他也是闪婚。他也是闪婚啊？你多少天？我33天。33天吧。其实他没我早，我是30天，因为当时是因为户口本的原因。是是，你们比这个有意思吗？可是有一个问题啊，我觉得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，就是说你们俩到那儿把证扯了就得了。对啊，但双方的家长呢，两个大家庭呀。这你的喜欢在一起和结婚是3件不同的事儿，一旦结婚是家族的事儿啊。对啊，反正俺妈是同意的，俺妈说，哎呀，你就这吧，就这吧，一眼就看中他了，是吧？